S。S 一是起，我知道。选择。我们还选起。就选零一。这第一个是什么？产品参数。第二个是自动设定。哎，你还在放产品？产品成功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还是等待？这要怎么不显示成功了呢？不敢了。好了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手动的那个。就是你选的那个什么一二三的。嗯，手动的。你不要把我手拍上了。然后我启动了。这个拍不用，它这样拍就行。OK。行吧，咱们再试一下。OK。可以，停止。搞定了啊。嗯。Thank you.